些惊艳世界的美丽王妃，美貌与时尚并存，最后一位艳压群芳衣。戴安娜王妃，戴安娜王妃的初恋就是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，仅见了十几次就和王子订了婚，直至步入婚姻的殿堂，成为查尔斯王子的第一任妻子。嫁入英国王室后，戴妃一直以其高贵的气质及姣好的容颜为世人所倾慕，被公认为是漂亮、优雅、健谈的王妃，被誉为世界上被拍摄最多的女人，也被认为有史以来最时髦的女性之一。二、西班牙王后莱蒂齐亚。西班牙王后莱蒂西亚·奥尔蒂斯是最时尚的欧洲皇室之一，她总是看起来完美无瑕，精致穿搭，美轮美奂，得体的笑容，优雅的举止，一出场就成为了焦点。西班牙王后在嫁给王室之前，曾是西班牙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，于2004年5月22日嫁给时任王储菲利佩结婚，成为西班牙王妃。2014年6月18日成为新一任王后。三、法拉赫巴列维。法拉赫巴列维，伊朗末代王后沙王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的第三任妻子和遗孀，她出身贵族及万千宠爱于一身，是伊朗玫瑰，也是流亡王后，曾以美貌、学识、涵养和品味而广受赞誉。即使与美国历史上深受敬爱的第一夫人杰奎琳·肯尼迪同框，也丝毫不逊色。年轻时的盛世美颜惊艳了时光。四、格蕾斯·凯利。格蕾斯·凯利，美国影视演员，她外貌精致大方，举止优雅自如，人生的黄金岁月都在好莱坞的大银幕，而从好莱坞巨星到摩纳哥王妃，简直就是一个童话。正如电影《摩纳哥王妃》的台词所说，她的人生之所以被描绘为童话，是因为她确实是童话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